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晚上好！本周的一大杯颁奖盛典将推出特别采访篇。本期接受大家金话筒访问的是近期超火的我的好朋友潘粤明老师啊，不，潘粤明先生，欢迎潘先生，潘老师。明星势力榜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我是潘粤明。没有什么大的改变，以前也曾经那么忙过，现在就是我觉得也是第一次拍网剧吧，也是在学习和适应的过程当中。2016年七八月份的时候，然后伍佰监制给我打电话，那在接洽的几个戏里边，就伍佰就找到我，然后跟我说有一个兄弟俩需要一个人演的这么一个戏啊，挺有意思，让我看看。毕竟是涉案题材嘛，可能会经常遇到一些这个实验室啊或者解剖室啊这种啊，那道具肯定就要进来了，所以有时候我们用的就是一些所谓的常用的，可能都是猪啊牛啊的。道具完整了，是那牛肚啊，什么是猪肠子，谁吃呢？你才吃呢。好像听导演说是要做第二季啊，然后写剧本什么的，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拍还没有定档。谢谢网友的鼓励，我的水平根本不够出画册集，只能半画了。谢谢潘老师隔空的爱的回答，么么哒。